为着讲要来提供犯罪被害人甲家属搁较好的服务照顾，南投地检署甲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南投分会来合作，伫咧玻璃顶成立三个服务据点，法务部长陈明谦亲自出席主持告白典礼。这三个服务据点未来将会提供犯罪被害人家属咨询甲技艺训练。法务部长陈明谦亲自主持告白典礼，玻璃地区行政保护服务据点开始提供犯罪被害人甲家属咨询、教育以及心灵技艺训练服务。这个是凝聚了我们大埔里地区的这些的政经的资源，新生受害的民众有任何的问题，在这边可以提出来。那我想我们范保总会会以及各分会来结合起来，来结合各地的一些的民间的资源，来帮助这些新生人，让他们重新站起来。我们今天在埔里总共成立三个据点，第一个是在我们的费林十八这边，只要是以后当成我们的諮商，还有我们的上课教育训练的用途，然后我们到时候会来这一个据点举办。那另外我们还在承泽欧少家那边成立另外一个据点，我们不定期的在那边举办一些烘焙的教学。第三个据点是在埔里的进度餐厅，他们有一个厨艺教室，然后来那边让我们的新生人可以得到一些心理上的一个调剂。由南投地检署推动犯罪被害人甲家属照顾服务工作，为着让大埔里地区服务的对象受到更加好的照顾服务，结合埔里地区机关团体甲产业界的力量，总共设立三个服务据点，透过全方位服务，希望协助这群民众走出受害乌影，恢复正常快乐的生活。整合我们所有的警政、社政、医疗、卫生的所有的资源呢，我们在大埔里地区呢，强化对犯罪被害人的保护，同时我们要落实我们柔性司法，保护我们大埔里地区的所有的犯罪被害人，让他们得到关怀，让他们得到法律的资源，营造一个温暖有感的一个司法，是我们犯罪被害人保护协会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宗旨哈。我们要协助我们这些的新生的一个朋友哈，能够来帮助他们走过生命的一个低谷哈。犯罪被害保护法今年修正为犯罪被害权利保障法，新法上路第一年，南投关渡了大埔里地区，未来嘛将陆续增加服务据点，整合社会各界善心资源，举办相关活动，提供必要协助甲咨询，让所有需要犯罪被害人甲家属感受社会关怀甲温情。记者王兆成采访报道。